阿野，阿野，来吃饭啊！多吃一点啊，阿言，你跟小萌是同学，你们应该互相照顾，对不对啊？对了，在体校里面学习任务挺重的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以后啊，到叶阿姨家来，叶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。妈，那个时候我跟哈野是一块上体院来的，你都想起来了对不对？周小萌，你跟这个装疯卖傻的人在这演什么戏呢？需要唤醒记忆的人是他，是叶思荣，不是我。你们两个别想再用虚情假意来感动我。阿野，我没有。周小萌，你是不是也回忆起了我们当年很多美好的往事啊？都已经过去了，从我爸去世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心中的那个小萌就已经……什么呀？你说呀。已经死了。阿爷，你一定要说这样的话让我痛心吗？阿爷，对不起。阿言，好可怜，对不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妈，阿言，我知道。阿言，对不起。妈，我们为什么对不起他呀？明明就是他误会我们。阿言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妈，为什么？妈，你不要再想了，要是想不起来就真的不要再想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妈，没事的，不想了，妈，不想了，想不起来就不想了，妈，不想了，妈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喂，小萌，林院长，有事吗？